扬州开始建立于春秋战国时期，先后用过韩城、广陵、江都等名称。六世纪末的隋代正式定名为扬州。扬州地处江淮要冲，自东汉后便成为我国东南地区政治军事重地，成为全国粮盐铁主要集散地之一。隋唐后更是我国对外文化联络和贸易的重要港埠。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十年一觉扬州梦。李白和杜牧的这些诗句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扬州的兴盛，给后人留下了充满幻想的诗情画意。扬州自古以来闻名中外，唐代鉴真大师就是从扬州东渡日本，世界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元代任扬州总管，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第十六世裔孙普哈丁于南宋来扬州传教经商，隋炀帝、清康熙、乾隆皇帝都曾几下扬州，宋代文学家欧阳修、苏东坡曾先后任扬州太守，所有这些都为古城扬州增添了不少人间佳话。人们称道扬州景色优美，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随着时光的流逝，扬州虽然几经盛衰，但是它的园林建筑仍然保持着秀丽雅静、清瘦优美。扬州景色一步一景，忽放忽收，两岸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扬州景色具有南方之秀、北方之雄的独特风格。这个瘦西湖中有名的建筑白塔，建于乾隆年间，整个造型是模仿北京北海公园喇嘛塔的形式建造的。传说当时乾隆来扬州召见当地官吏，询问扬州有无北海那样的白塔，官商随口奉承说有。其实扬州并无白塔，欺君之罪必定斩首。官商急中生智，便连夜用盐包堆了一座白塔让乾隆观赏，随后又在盐塔的旧址修了这座白塔。直到今天还有乾隆皇帝当年登岸时的御马头。秀丽可餐的扬州还以古老的运河印证着它几经沧桑的悠久历史。这里是川城运河古道。当年吴王夫差北上伐齐，北霸中原，在这里挖邗沟筑邗城。这邗沟就是历史上形成大运河的早期工程。据说这是当年隋炀帝和乾隆游扬州的时候乘坐龙舟走过的地方。现在的运河北起北京，南达杭州，流经四省二市，沟通五大水系，全长1794公里，是隋代和元代两次大规模扩展疏通自然河道连接而成的。大运河的南北沟通为扬州的日趋繁荣奠定了基础。这个被绿荫披裹的高墙便是唐代古城遗址。据传骄奢一时的隋炀帝完成了大运河的开凿，
觉得扬州最合自己的心意，不愿回北方去，便在这唐城旧址上大修楼台亭阁。隋炀帝陵位于雷塘，民间传说炀帝荒诞无耻，鱼肉百姓，死后天神不饶，将他的陵墓炸了个大塘，因此这个地方就叫雷塘。这是老百姓用地名表达对隋炀帝的愤恨。要不是他和开挖大运河有点关系的话，恐怕连这块小小的碑石也不会给他留下的。大运河的汹涌波涛流传千古，它象征着人民的力量，它是人民开发的功绩，是人民群众劳动的结晶，它将永远焕发出无穷无尽的青春活力。沿着运河往前行，看到岸上的这座阿拉伯式的建筑是普哈丁墓。普哈丁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16世孙，南宋末年来到中国传教，病死在扬州，按照他的遗嘱埋葬在此。大明寺是1500多年前建于扬州。大明寺的主持是东渡日本的鉴真和尚。鉴真，扬州人。唐天宝二年，他受日本僧人的邀请，准备东渡日本。由于航海条件差，在10年中5次东渡失败。因为海上漂流备尝艰辛，鉴真双目失明了。但是他决心不变。于唐天宝12年，在双目失明以后，做第6次大海东渡，终于到达日本，时年66岁。这座鉴真纪念堂是人们怀念他坚韧不拔、勇于攀登、刚毅不屈的精神而建立的。鉴真大师像是干漆造像，他塑造的是一个在恶劣条件下敢于征服汪洋大海的伟大的灵魂，一个敢于实现自己理想、创造未来的灵魂。扬州历史悠久，文化艺术丰富多彩，历史上独树一帜。震撼中国画坛的扬州八怪，对中国画的革新起了很大的震动作用。直到今天，扬州三菊，扬州名画家的画菊花，老艺人的剪纸菊花，和用通草制作的菊花，被人们称赞为扬州四季盛开不败的菊花。扬州剪纸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扬州剪菊以形态优美逼真而闻名。闻名全国的工艺美术家张永寿，他剪的菊花更是以线条纤细流畅、漂浮自然、真切细腻的造型艺术而负盛名。
诗人郭沫若曾经题诗称赞说，扬州艺人张永寿剪出百花齐放来，请看剪下出春秋，顿使东风变九垓。这些并无灵性的无色通草，开放在他们的手中，简直就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境地。流传至今的扬州木板线装古书，刻工精细，装潢精美。现在广陵古籍刻印社的工人们在梨树板上雕刻汉字，雕刻艺术高超，印出的古籍线装书深受中外读者欢迎。这些从清代保留至今的刻板，据说有20000多块呢。瓜州古渡历史上是进出扬州的咽喉，古运河、新运河都从这里汇入长江。唐大师鉴真和尚第一次东渡日本就在这里起航。似水流，变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口。这是历史上人们对瓜州古渡的哀歌。然而今天的瓜州古渡已经不是那种惨淡凄凉的景象了，就是在这附近一带兴建起了宏伟的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瓜州古渡的石碑现在只能给人留下对历史的遐想和怀念。江都水利枢纽工程是一个可灌溉、可防涝、可发电、可通航的多用水利设施，以四座抽水基站为主体的工程牵动着它周围的12个节制闸和5个船闸，形成了宏伟壮观的水利枢纽新水系。一位外国水利专家称赞说，中国水利史上有2个了不起的伟大工程，四川的都江堰是历史古迹，而扬州的江都水利工程却是今天中国，甚至可以说是今天东南亚的当代奇观。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以江都为起点的南水北调的宏伟蓝图必然而且正在变为现实。
让川流不息的江水，翻腾跳跃的江水，带着民族的骄傲、人民的理想，去浇灌干旱的田土，美化我们祖国的大地。让滔滔的江水带着人民的欢笑，跨过黄河，从南到北，开遍社会主义希望之花。